好。你到哪？那是到哪里？我玉龙。啊？玉龙的。离这多远？嗯。多远？我玉龙的，我去吧。啊？打车。打车。离这里多远？我去那个是昌都。昌都。啊。我玉龙你知道了有没有？路过昌，路过吗？去昌都。我玉龙去吧，昌都不去。啊，那不去。哦，玉龙。不去不去，玉龙不去。玉龙这里有了。不去。爷爷你去了吗？玉龙有了，这里我打车吧，爷爷你。啊，那你上车吧。哦。嗯。爷爷，啊，上车吧。几公里？他说。嗯。我得把这收拾一下。嗯。嗯。我爷爷你。嗯，你坐着吧。哎。走了，你到前面，你快到了，你告诉我。你这里，元旦去去你去你乡，叫羊水了吗？羊水了，我叫羊。什么？玉龙，你知道了有没有？玉龙通卡。玉龙通卡，玉龙通卡。我不知道。听不你去哪里去？我去昌都。往前走不就 OK 还会说、OK 英语，好棒，你还会说英语呢，好棒呀 OK 你这是藏族那个语言和英语混合了，嗯，好棒。你油棚在哪里有啊？你棚在哪里？我什么从哪里来？哦，你真的你棚的枪都是，嗯，你油哪里？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啊。反正到前面你快到了，你告诉我，我站一下就行了，好吧？啊，我听不懂。你听不懂？啊、哎。啊。这是什么？啊！停！我看看，我要看。这跑了。他跑了。嗯，他跑了。那是什么鸟？哪里？刚才。拉。刚才过去了。这里跑了吗？嗯。拉死了吗？拉。还是听不懂。还是听不懂。我老百姓什么啦？你说白的我都不懂。扎西德勒能听懂吗？哦，扎西德勒。阿克能听懂吗？哦，阿克。阿克扎西德勒。阿克扎西德勒。哎，这能听懂了哈。听到了。嗯。我昌都去了吗？都可以。昌都。啊，我。我去昌都。啊，不去。嗯。昌都你能听懂？昌都。民工是不是民工？啊？要这民工叫这民工，民工，不知道。人民医院，民政局，人民医院，这里哪里叫这？听不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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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不懂。等一会儿到哪块儿了，你说你下车，然后我就停车就行了。对，朝外的，没有。朝外去拉萨吗？对呀、啊。刚才整明白了啊、哦，那个藏族大叔看着那个牌子，指那牌子说“玉龙铜矿”，所以说语言沟通不明白，但是一指牌子就明白了，“玉龙铜矿”。对，他要到玉龙铜矿。对他指那个牌子。对。现在在这个地儿什么地儿啊？这个路这么难走，这个村子。这个村。也叫玉龙，这方应该玉龙乡吧？这里我下吧，在这里下吧，在这里下，在这里下，谢谢你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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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慢慢的，可以好，可以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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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玉龙矿区，玉龙矿区。好，你们。雅木，啊，雅木，雅木，我雅木。谢谢师兄，谢谢谢谢。雅木雅木是雅木雅木。好好，慢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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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拜拜。嗯嗯，雅木雅木是谢谢的意思。啊，他到这玉龙矿区。大概走了得有个，四十公里吧，到这里。四十公里。嗯。走，羊不羊不，媳妇儿。羊。羊不羊不。羊不。嗯。这个叫玉龙矿区。哎呀，这个早知道要搭车把这边收拾一下，我早上还在这普隆的化妆，都放在这儿。咱下次搭人的话，把这里收拾出来，这里还能坐一个人。可以。嗯。没来得及
收拾，怕人家觉得乱七八糟。这是一上来，你叫人家搭车一上来乱乱的，没法坐，不是？